几分萧瑟，几分清冷，荒烟蔓草，断壁残垣，沧海桑田之间，多少昔日繁华就这样伴随时光的流逝，化作无边的荒芜。或许没有人知道，作为人类财富和文明象征的城市，有多少毁于战火，但是历史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自古以来，城市与战争之间注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夏日的长江之滨，这片布满野草闲花的荒郊毫不起眼，但是3500年前，这里却矗立着长江流域第一座商代古城盘龙城。这是一座由来自北方的古老武装集团建立起来的军事城堡。漫步于荒烟蔓草间，很难想象不远处的那座锦绣都市江城武汉，它的城市之根居然萌发于脚下的这片土地。岁月无情，先民们因军事目的而修筑的古老城池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可千年之后，在这片土地上新生的都市依然与战争有着宿命般的不解之缘。发源于唐古拉山北麓的长江，奔腾数千公里后，和它最大的支流发源于秦岭南麓的汉水在这里交汇。金山带水，雄踞华中的武汉，就在这生生不息的江水中诞生成长。因为古时汉水称夏水，所以这里被称为江夏或夏口。古人素有山川都会之说，那些既有山地可以据险防守，又有江河可以流通航运的地方，往往成为战略要地。武汉就是典型的山川都会。如果把中国的军事地理格局比作一盘围棋，那么武汉的位置堪比天元。说武汉自古以来呀，就给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以他独特的那种战略地位啊，引起了各方兵家的重视。从空中俯瞰，我们能够更真切地领略到历代兵家竞相用兵武汉的良苦用心。地处江汉平原东部，位居长江中游的武汉，三面临山，南北山脉向东环扣，怀抱武汉三镇。万里长江穿城而过，使三镇成夹江鼎立之势。龟山与蛇山雄踞三镇中心，隔江对峙，形成龟蛇锁大江的险要形势。一旦据守两山，进攻者恐怕只能体会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滋味。武汉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武汉这个城市的起源和发展都与战争有关系，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第一句话就是因武而兴，第二句话是因武而昌。所谓因武而兴呢，就是武汉城市的起源和军事和战争有关系。武汉这个有城是从盘龙城开始的，
盘龙城和武汉有关系，但是呢，毕竟呢，这个它后来中断了。和武汉有直接关系的是这个现在的武昌和汉阳。武昌和汉阳的这个兴起，跟战争的关系就更直接。春秋时期，这片富饶的土地已经成为楚国重要的军事和经济区。东汉末年，两位三国时代的重量级人物先后看中了这块难得的军事要地。刘表在龟山北筑雀跃城，这是汉阳建成之始。东吴孙权则在蛇山东北构筑夏口城，这是武昌建成之时。武昌之名即取自于孙权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汉阳和武昌啊，历史非常的悠久，但是汉口不一样，它是明朝成化年间汉水改道才逐渐形成的一个新兴的城镇啊，相对来说呢很年轻，但是呢由于得天独厚的经济地理位置呢，汉口是后来居上了。可以说到明末清初的时候，汉口呢已经成为这个楚汉第一繁盛的这么一个地方。当时呢人们把它和朱仙镇、景德镇和佛山镇呢并称为天下四大名镇。那么武汉的这个名字啊，实际上是把武汉山镇的它的名称的第一个字啊组合而成。恐怕很难找到像武汉这样具有特殊结构的城市了，因为长江汉水的分割，三镇的城市功能和文化各具特色，又因长江汉水的融汇，三镇连成了气势恢宏的大武汉。黄鹤楼是武汉最著名的城市人文名片，它与岳阳楼和滕王阁并称为江南三大名楼。但与其他两座名楼不同的是，黄鹤楼最初并非为观赏游乐或纪念盛世而建。夏口城的最早的原型就是黄河山上的这个一个瞭望哨，一个瞭望所。这个瞭望所呢就是现在的这个黄鹤楼。当年孙权在蛇山的黄鹤矶头修建的这座军事瞭望塔雄踞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从军事角度看确实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观察哨位。不过孙权肯定想象不到，这座出于军事目的而修建的瞭望塔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褪去了它的军事功能，到唐朝时已经演变为享有天下绝景盛誉的风景名胜黄鹤楼，成为无数文人墨客感怀离愁别绪、抒发雄心壮志、歌咏壮丽山河的文化纪念碑。千载之下，过往英雄的背影早已引入历史的帷幕，但我们却依然可以通过这座特殊的建筑亲身感受他们的雄才伟略。如今的黄鹤楼依然游人如织，登楼远眺，人们常常会遗憾地发现，即便建在黄湖山上，它的高度也已被许多现代高楼所超越。但是对于武汉来说，
再多的高楼都无法取代黄鹤楼，因为没有一座高楼能够超越黄鹤楼的文化高度。自古红颜多薄命，从来名城聚刀兵。武汉九省通衢的独特地理位置，在给它带来繁华富庶的同时，也为它引来了一次又一次的连天冰火。公元2008年，孙权为扼控长江中游，发动江夏之战。公元588年，隋文帝杨坚派其子杨广率52万大军一举攻克郢城。公元1274年，忽必烈率20万人马攻占武昌、汉阳。元朝末年，徐寿辉、陈友谅先后建天完国都、大汉国都于此。1852至1856年，太平军三战武昌，四克汉阳、汉口。历史上的战争呢，我想呢，无非就是三类。第一个就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这样一类的战争；第二个就是民初之间的战争；第三个就是革命战争。研究历史啊，我们就惊奇地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战争都和武汉有关系。美丽的江滩是武汉最新的城市文化名片，武汉人喜欢在这幅城市与江河相互融合的风景长卷里徜徉。如果仔细聆听，您会注意到，在都市惯有的喧嚣中，武汉还有另一种声音，这就是江汉关的大钟发出的清越悠扬的钟声。江汉关的这座大楼建成于1924年，但它的由来却要追溯到150年前。1861年3月的一天，几个溯江而上的庞大钢铁怪物打破了江城的宁静。根据屈辱的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的有关条款，4艘英国军舰载着英国官员抵达汉口，建立了英租界。之后俄、法、德、日租界相继建立，十里风飘万国旗，武汉就在这样的屈辱中开埠通商，开始了他多姿多彩的近代之旅。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映照出怎样的城市容颜？一连串的追问，催促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谈到武汉的近代史，甚至20世纪的中国历史，张之洞都注定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人物。1889年，52岁的张之洞成为清王朝的第19位湖广总督。无论是当时的清政府，还是张之洞本人，恐怕都没能想到，这样一次看似寻常的人事调动，日后改变的不仅仅是一座城市的历史，竟然还牵动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甚至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上都刻下了不容忽视的印记。
张之洞是为了修建卢汉铁路而被调任湖广总督的，但是张之洞带给武汉的远远不只是卢汉铁路上火车的汽笛声。他推行新政，创办工厂，兴建学堂，修筑堤防，振兴商业，使一座内陆城市发展成为名扬海外的东方芝加哥。张之洞这个人还是确实是对整个武汉的这个城市到今有今天真应该算是他打下了最早的根基，基础是他打下来的，因为他地理位置决定他是一个内陆深处的城市。那么他有没有作为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几乎没有作为，他很短的时间内，他又不像广州、天津、上海这样的，他是濒临海边呐、啊，这种洋风吹彻，有一种民主的这种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影响比较大，他也没有这些，因为西方文化的这种风吹到武汉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么他靠着什么呢？他能够中心起来，他就靠的就是张之洞那些年做的事情。当年被日本人称为二十世纪中国之熊厂的汉阳铁厂，是张之洞创办的最重要的官办企业之一，开创了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先河。毛泽东因此有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的评价。如今建在汉阳铁厂遗址上的是武汉钢铁集团汉阳钢厂，已非张之洞当年视察铁厂的照片所显示的面貌。只有厂门口这座门楼还在诉说着百年前的辉煌，这块数吨重的钢模上镌刻着华夏钢源四个大字，从中我们还能依稀看到铁厂当年的规模和盛况。汉阳铁厂生产出来的钢材有相当一部分直接运到了同样由张之洞创办的汉阳兵工厂。今天的汉阳兵工厂旧址已经被用作货站，只有这座大门还保留着，这里每天有无数车辆进进出出，吞吐着大量的货物。100多年前这座大门同样是车水马龙，只不过运进去的是汉阳铁厂生产的钢材，运出来的却是被统称为汉阳造的枪炮。他所生产的枪炮定名为汉厂炮，俗称汉阳造，而其他的这个仿德1884这个步枪就是我们汉阳造的这个典型代表。在整个汉阳兵工厂的生产期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约110万支。汉阳兵工厂是近代中国军事工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它生产的汉阳造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常青树。从清朝新军开始，北洋军、北伐军、国民党中央军、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汉阳造武装了无数部队，在近代中国的历次战争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我们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有十副浮雕，其中有四副浮雕就能够看到汉阳造身影，可以说汉阳造是我们的一个国际品牌是我们城市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如果说这些都是张之洞留给武汉的有形财富的话，那么他留下的无形财富则汇集了整个中国。不能不佩服张之洞
敢于开风气之先的气魄和胸怀。他因科举制度而走上仕途，后来却与袁世凯联衔奏请力挺科举，为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画上了句号。他受的是中国的传统教育，却大刀阔斧兴办新学。楚地自古就有唯楚有才的美誉，而张之洞则为近代中国造就出一批近代新型楚才。督鄂近二十年，张之洞夙兴夜寐，殚精竭虑，为的是御侮图强，为他所效忠的日益衰败的清王朝力挽狂澜。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所培养的人才居然成为埋葬清王朝的先锋。甲午战争失败后，满清王朝震惊之余，鉴于日本陆军用西法操练打败了清朝的湘淮各军，遂于1901年通令全国编练新军，其中以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和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最为出色。时人所谓的北袁南张，也包含了对他们编练新军的肯定。位于佘山守义公园的刨冰堂，就是当年张之洞训练新军时的军机会议厅和阅兵休息场所。堂后东侧的阅兵台是张之洞检阅新军操练的地方。历史的进程往往出人意料，清王朝和张之洞本人都没有料到，本为巩固统治而编练的最成功的两支新军部队都走向了反面。北洋新军日后成了袁世凯威逼清室、胁迫革命、攫取个人权力的私人工具，而张之洞编练的湖北新军则在他去世后第二年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点燃了埋葬清王朝的熊熊烈焰。更有意思的是，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毫无疑问是一支汉阳造，所以孙中山评价张之洞是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一位总督就这样以他所设计的蓝图改变了一座都市的面貌，同时也以违背自身意愿的方式为一场伟大的革命做出了他始料未及的铺垫。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张之洞去世已过百年，但是他在这座城市留下的印记却依然清晰可见。黄鹤楼上还刻着张之洞撰写的楹联：西贤整顿乾坤，缔造先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这是当年张之洞登临感怀之作，也是后人对他一生功绩的认同。城市常常以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记录历史，这家1911咖啡厅就坐落在武昌彭刘杨路上的首义园门口，一家小小的咖啡馆，一条看似平常不过的都市马路，一座普普通通的公园，这座城市的居民就用这种看似不经意的方式表达着对百年前那场伟大起义的自豪感。
翻阅武昌首义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事件，实际上是一场虽预有准备却仓促发动的起义，其中颇富戏剧性的偶然事件，最终却走向了历史的必然。为了这一天，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已经奋斗了很久，在15年内，他们锲而不舍，连续发动10次起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黯然，他估计推翻清王朝还需要20年。但是同盟会志士们并没有消沉，他们把目光转向了武汉，转向了清军中正在崛起的新军。当时驻武汉的清军第八镇统制张彪，估计他的部队中有1/3是革命党。显然张彪的估计过于保守了。湖北的新军一共只有15000多人，有的是统计是11000多人，其中参加革命党的有5-6千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革命党人几乎占了湖北新军的一半，这使得武汉成为一个随时都可能爆发的火药桶。起义原定于10月6日中秋节发动，自朱元璋推翻元朝以来，8月15杀鞑子几乎成为反抗者不约而同的最佳选择。但由于黄兴等领导人还没来得及赶到武汉，起义被迫推迟到11日。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呢，10月9号那一天，正当孙武他们紧锣密鼓的赶制炸弹的时候呢，炸弹啊意外的发生爆炸了。这个爆炸声就又把俄租界的巡捕给引过来了。那么革命党人就知道啊，湖广总督肯定马上就要展开抓捕。为了和敌人抢时间，他们呢就把起义的时间提前到了当晚的12。晚上12时整，约定为起义信号的炮声没有响起，响起的却是前来抓捕的清兵撞击起义指挥部大门的声音。当时名册什么旗帜、信号、什么印章都逃走了，就交给了个湖广总督署。湖广总督署就派人了，到处去抓革命党，就一个个革命机关呢就被破坏了。彭六幺、三烈士被他们抓去了，抓去当晚就是进行审讯。9号的晚上审讯，一直到那个时候凌晨的时候就把他们杀害了，就把3个头颅啊摆在那个东院门里面。现在一个武昌那边的三烈士亭嘛，就在那个地方就义。彭刘杨陆就是以这尊雕塑上的三位年轻人的姓氏命名的，他们分别是25岁的彭楚藩、28岁的刘富基和26岁的杨洪胜。绵绵细雨掩不住三位英雄身上散发出来的英挺刚烈之气，他们的牺牲至今令人惋惜，不仅仅因为他们正处于风华正茂的年龄，更因为他们倒在了中国最黑暗的黎明，没有机会听到10几个小时后那石破天惊的一枪。当天夜里啊，武汉新军第八营后队2排长叫陶启胜的，他呢要抓捕这个排里的革命党人金兆龙。这个时候呢，站在旁边的另一个革命党人陈定国就对着这个陶启胜呢啊开了一枪。
那么陶其生负伤以后啊，就落荒而逃，结果呢又被闻声赶来的另一个革命党人熊秉坤给补了一枪。以前老说这个辛亥革命第一枪呢是这个熊秉坤打的，实际上呢程宁国这一枪呢还打在这个啊熊秉坤之前啊，真正的要说这个绝对意义上的第一枪还是程宁国的这一枪是第一枪。改变历史的武昌起义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时为10月10日夜，年在农历辛亥，辛亥革命就这样以一个看似偶然的事件拉开了序幕。闻声而起的几路新军革命党人不约而同地杀向楚望台，因为这里有一座当时国内最大的军火库，库存着大量的枪支弹药。战斗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漫长。11月11日晨，起义军经过一夜奋战，占领了武昌全城。从攻城营发难打响第一枪算起，只用了12个小时。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历史深处的刀光剑影映照出怎样的城市容颜？一连串的追问催促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今天的游客常常以猎奇的心态穿上当年的军服，在这幢被武汉人称为红楼的建筑前留影，以追求一种亲临历史现场的感觉。如果时光倒转百年，回到武昌起义的第二天，他们在这里一定会看到戒备森严而又忙碌非凡的场景。那一天就是在这幢清政府湖北咨议局的小楼里，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废除清朝宣统年号，建立中华民国，以本年为皇帝纪元4609年，确定共进会会旗9角18星旗为国旗。18颗星代表的是长城以南的18个省。武昌城里的人们很快就注意到了奥略楼上那面迎风飘扬的铁血18星旗，这是大清龙旗摇摇欲坠之际升起的第一面民国旗帜。如今在这幢被尊崇为民国之门的红楼里，鄂军都督府初创之际的机构和格局复原如初，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雏形在这里依稀可见。武昌首义震动了全国，各省的革命随之如火山迸发，绵延不断。2个多月后的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武昌起义的枪声就这样洞穿了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使帝王时代的多米诺骨牌从清朝一直倒到了秦朝，从此帝王皇冠落地，中国也被这枪声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历史纪元。我们有时候经常笑啊，我们说武汉这个地方，你把辛亥革命打了一枪之后，就中国革命就没什么武汉人的事了。我们平常还会开玩笑，因为这一枪打得比较厉害，后来大家也说有这一枪就够了。
这当然是武汉人的幽默。虽然仅凭辛亥革命首义之地这一头衔，武汉就足以永在史册，但是事实上，武昌起义只是武汉在二十世纪历史舞台上的第一次精彩亮相。虽然空前，但并非绝后，更多威武雄壮的活剧将在这里陆续上演，奔流不息的江水也将继续见证它的容颜变幻。都市繁华似锦，战争血雨腥风，是战争催生了城市，还是城市引发了战争？是坚固的城池改变着战争的面目，还是残酷的厮杀锻造了城市的品格？一连串的追问，引领我们踏上城市与战争历史的探索之旅。